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lex， 欢迎收看频道。这台我目前开的是 Toyota 的 PS 啊，最新版本的。它目前有几个新功能，我等一下试给大家看一下。就是当你在紧急刹车的时候啊，它的这个警示灯啊，它自己有亮起，然后这边那个开门的地方啊，它自己会解锁。等一下我试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可能要加速一下，大家记得开车不要玩手机。我是录影片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找个急刹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。以后没有车，好，我就加速，然后我突然紧急刹车，看，它就自己会。他自己也闪黄灯，看到没？再试一次哦，在仲裁哦，他就自己会闪灯，然后你加速的时候，他闪灯地方会不见，大概一定的时速啦，然后车门地方他自己会解锁。这是我刚发现的一些 PS 的新功能，现在车子越做越安全了。好，分享给大家。